我们来玩那个贪吃蛇怎么样？什么贪吃蛇？哎呀，贪吃蛇我的戏法是啊，哎呀，贪吃蛇好玩。没有贪吃蛇。那玩什么？太黑是什么？可以，我来玩一盘，我来玩一盘。来吧，我要选那个智商250。你是谁啊？我前面怎么有一个小鲤鱼啊？这是什么？那你为什么不打？什么叫开大？拿红是什么？我是不是回城？但为什么他们都只打我呀？这又是谁？我死了！我怎么这么快就挂了？我又被击败了！我死了吗？这游戏好难啊！我又被击败了。